放手，我在非礼了。摸汗摸汗。拉我干嘛？美女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实在是太饿了，你给我点钱嘛。饿了要钱买吃的。啊？美女，一块钱，顶多买瓶水。你们能再给我点吗？没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就只有100了。美女，要不这样嘛，你把这100块钱借给我，我回家用微信转给你。借呀？对对对，借给我吧。想要借钱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在身份证了吗？身份证。对啊，我是做小额贷款的，当天申请，当天下款。你这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，5万以下。随便你想借多少就借多少，身份证给我，输入系统，我马上把钱给你。哎，别走啊！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？时间还早，你要的吗？我觉得你很美。谢谢。就是胸小了一点。小是小了点，不过还可以再长的嘛。要是叠过叠就完美了。我今天变了呀。你会叠两个吗？其实我就是垫了两个啊。你咋个了？我被甩了。你是班花了？偏下了没？那就追校花了。那也没必要哭噻。你看妆都哭花了，不好看了。那我能怎么办嘛？越是这种时刻，越要保持好心态，好好化个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让他后悔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让他看我笑话。这是化妆品的嘛？大熊。你不会想要这个时候趁虚而入吧？你别误会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开始坐位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带你的，你是我的帝国顾客，我算你便宜点儿。价钱可以商量，这是好东西。最近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准备了劲爆游戏和美女直播，微信搜索公众号过八级，我们都在玩，传起来了，298区，快来红的小伙伴们组队吧！你莫走啊，我求求你了。放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婆跟我跑了，不想活了。大熊，别想不开了。老婆都跟我跑了。我活得还有啥子意思？就算你老婆跟别人跑了，你还有朋友啊？就是跟我朋友跑的，这个。你不为你着想，你要为孩子着想啊？孩子，孩子都不是亲生的。你还有个好兄弟，有后事。不，因为我不喜欢你跟我老婆的事情，老子今天找你过来，就是你自己的。起来，小雪，回归中学，看你中学。去路上，是不是？
这里是教室，是公共场所，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你们这么吵，我咋个学习？怎样？你们请请我去开房噻，你没钱嗦，我借给你。你要是能让我开房，我给你200块。苏哥，一哥，十多年前我们从老家来这里打拼，抢地盘混社会，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咋个就有点说这些说？前几个月来了几个新人，做事情心狠手辣，完全不讲规矩。你说老黑说？对，啊，上次抢我生意，现在在医院躺起的。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打算不干了。你现在跟我说不想干了？这么多年来做生意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也没挣几个钱，我烦了，我想退出。既然你想退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我那边有批没出手的货，我全部给你，以后别找麻烦。既然这么讲义气，好，我也不得找你麻烦。走这边。货全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吧，我走了。批货还不错嘛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，让欢笑与我们同行。如果你笑了，分享给朋友呗。如果你没笑，评论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加油改进的。